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一份来自民间的名单让媒体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四年前在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发生的一场泥石流灾难，遇难者人数瞒报这样的一个事实被证实了。四年前泥石流灾难之后两天，当地官方发布的信息只有五人遇难，三人失踪，而民间的遇难者名单却达到38人。记者核实清楚了其中的27人。而这也远远超过8人的数字。现在政府调查已经开始进行，也相信相关责任人会受到处罚。但是当初这瞒报的数字为何会一路通关？各级的核查为何全部失守？为何当地遇难者亲属一直在反映情况，可却是4年后才得到真相呢？这一个时隔4年的瞒报事件提醒着我们什么？而我们又该改进什么？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继“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公布后，针对河湖管理保护问题，11号，中办国办联合公布关于全面推进河长制的意见，提出要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建立由省级主要领导任总河长、市县乡负责人任河长的4级河长体系。河湖治理或将迈出从部门制向首长制的关键一步。面对水无常势、流动不居这一无法按行政区划切割的拦路虎，河长制强调要上下游左右岸共治，通过河长协调调度，让九龙治水乱象变成99归一。而河长制预收成效、问责力度是关键。针对推行河长制多年却依然污染严重的现象，意见试图从谁考核谁、考核什么、考核结果怎么用3个问题，并辅以各地考核细则的方式，严格主体责任。亿万河长在民间，意见同时强调要接受全社会评判和监督。而这份不足3000字的意见稿究竟如何指导全国河湖治理，进而实现从河长制到河长制，或许还需进一步关注。本周二，公安部历时半年挂牌督办涉及7省区的特大贩婴案宣布告破。在犯罪嫌疑人眼中，被拐卖的36名儿童是可交易的商品，男孩是真货，女孩是假货，真假货差价上万元，层层转卖中，品质好的男孩卖到至少10万元，而不合体检标准的还要退货。其中9名儿童始终不见有人报案，其 DNA 也无法完成与打拐 DNA 数据库的比对。分析起来，有可能是亲生的母亲啊，专门生小孩来卖的这种情况也存在。警方表示，即便是亲生父母，一旦把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将同样受到法律追责。而相关法律也将改变不虐待、不阻碍解救及不追究责任的做法，加大对买方市场的打击力度。目前案件侦办工作正在依法进行中。12月14号，本周三，聂树斌家人正式向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河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7项申请总计1391万余元，除有明确规定的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等，具有赔偿弹性空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高达1200万元。聂案代理人表示，此案是近年来最典型的冤错案，聂家人更是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折磨，巨额精神赔偿是为获得最起码的精神慰藉。有评论也强调，精神损害概念从无到有虽是进步，但还远远不够，盼与聂家人更多精神赔偿，在情在理。此外，赔偿金额中还包括对本案平反有重要意义的错付给被害人康家的2000元及利息，同时要求原河北办案机关公开道歉。目前，河北省高院已正式受理此申请，并在当天确认了承办法官，将于60日内出具国家赔偿决定书。专家还呼吁，此案善后安抚、社会帮扶救助以及追责工作应同时展开。本周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按理说，这个会每年这时候都要开，但近几年对这个会的重视和关注却是一年比一年升级。这很好理解，
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当下还看不出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位运行的全面信息，因此人们要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找方向、找方法、找信号，尤其是找信心。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这是任务，要从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尽早向消费带动来升级，这是方向。除去任务方向，真正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本次经济工作会议透露是创新二字。这次会上人们注意到将创新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这样的一种新提法。创新接下来将怎样驱动中国经济列车向前？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创新升级。这是一家上海新材料企业设于浙江杭州万市镇的人造合成格工厂，正在将自己的废弃回收塔拆卸卖给了其他需要的厂家。同时一套全新的设备也正在调试，对于这个企业的所有者来说，这预示着一个转变。采用了30多年的人造合成格传统生产工艺在这里被完全摒弃。就是一定要走这条路，另外没有出路了。你要用那种传统的方法不改进的话，这个产业还是要死路一条。合成格是一种外观手感似真皮的人造产品，随着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基本替代真皮的使用，被广泛的使用在箱包、家具、服饰、汽车内饰上。近年来在我国发展尤其迅猛，生产线和产量已占据世界总产量的73%，成为全球第一大合成格生产地，产值规模超过1000亿元。2009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整个产业还是非常的快速在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在合成格行业干了30多年的宣农清楚地记得，生意最火爆的时候，一条生产线3个月可以赚500多万。然而随着近年来出口下滑、产能过剩，再加上政府对环境污染的严控，严重依赖环境政策和对外贸易的皮革行业情况急转直下。2009年刚自己开办企业的宣农，一方面感叹自己没赶上好时候，另一方面也切实感受到传统合成格生产给环境带来的破坏。这个就是以前用的那种里面含有机挥发物的，这个气味很难闻的。像我们温州地区集中产业区的话，那是整个片区你这加起来就很闻得出，老远就能闻出来。这个就是居然是合成格的这个基底，老早就闻出了，很远，几公里外，你车子在开的都能闻到这一股气。那味道是很厉害的，就是对人的呼吸系统甚至肝脏影响都蛮大的。蒋月明就是在自己身体指标出现异常后，开始加入老朋友宣农的环保合成格研发的。虽然他可以在行业内轻松拿到10万的年薪，但多年来传统生产线挥之不去的有机溶剂却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他们琢磨着，既然现在环保要求越来越高，那能不能研发新产品寻找更高级的市场？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一些能够符合生态环保的这个系列的话呢，就是未来的市场可能我们比较会领先，那么我们就关注的那个是创新升级。说着容易，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要开发环保人造革，无论是原材料还是生产设备都要进行革新，就连给流水线供能的设备也要由传统锅炉升级为电能，而这一过程既需要专业的技术，更需要时间和耐心。产品的这更新换代，企业的转型升级呢，它也不是说我今天要换就换今天更新就更新，这个要有个过程。创新对一个制造业的中小企业来说更是不易，专业技术上的创新还可以自己努力，对于他们来说更难的是资金。按照宣农最初的计划，他们的环保新产品早在几年前就该面世了，但一些意外的情况拖慢了他的进程，也让他一度陷入资金困境。我们希望的是有一个厂房先放一部分设备先生产经营起来，但是等我这个弄好了以后呢，这个政策又变掉了，那个时候就是你立项是多少投资你必须全部投满才来验收，你不验收他就不让你生产那么政府这样做呢，当时是因为投资比较热，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借用名头，没有正式的项目他要圈大的地，
所以对我们真实想办企业的来说呢，这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如今这条全新的环保生产线即将调试完毕，因为新产品不含有机溶剂，生产工艺也是电驱动零排放，不少新能源领域的投资人也来到这里调研，希望借此机会将这种新材料引进汽车内饰。是我们国内第一条生产线啊，也是一个创新啊，一定要帮我们弄回。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宣农注意到中央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的传统工艺到如今开发出专利的环保工艺，宣农和蒋跃明经历了漫长又曲折的过程，他们给自己的新工艺取名恒绿源，希望自己这一次能赶上风口。创新谈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从高层到民间对这两个字的驱动力是有共识的，但创新由提法变成实践，尤其是要变成结果，可并不是不断的说说就能起作用的，它需要不断的改革，改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比如不断的简政放权，让创新可以更自由一些，比如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自主它怎么创新呢？可是高校或者其他单位的一个科长一个处长卡死科学家的事儿，能不能少来不来？再比如没有极其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本身就不可能持续，那怎么升级知识产权的保护呢？还有激励机制的问题，光让牛干活不吃草或者少吃草肯定不行，所以想真的创新需要方方面面的改革。接下来我们就以电动车为例，来看一看一个行业的创新。红色预警在本周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生活的人们来说影响最大的，显然就是这场自今年入秋以来最为严重的重污染天气过程。目前已有超过20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而在相应的应急措施中，机动车禁行或是单双号限行的变动打乱了很多车主的出行计划，但新能源车却不在限制之列。电动车它可以起码使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排放这个环节从城市内转到其他地方啊，实际上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啊，而且它是从这个还是节能和减排的，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这位车主驾驶的车辆产自2009年成立的北汽新能源，而这一年也正是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扶持政策密集出台的时间，不但划定示范推广试点城市，对购买新能源车给予定额补助，还划拨100亿元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甚至以贷款贴息的方式安排200亿元支持产业关键技术开发。显然从国家的战略高度来看，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抢占先机，有助于提升汽车工业的整体水平。新能源车是它抛弃了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等等这些东西，用电池电机来替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在这些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掌握上应该说跟国外的差距比相对于发动机和减速箱来说要小多了，所以国家把这个作为一个战略，这几年来是一直在重点鼓励发展的这么一个行业。有数据显示，在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平均能量密度提高了30%，成本下降了30%，电机成本下降了近40%。这样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支撑这个新兴产业能继续发展的基础。电机、电池、电控啊，这个是我们必须掌握的，这个是电动车它的最核心的三个地方。环保的问题，那国家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电池的生产的环保啊，你必须要达到什么要求，你才能去生产原来的这种排放啊等等比较高的，像铅酸电池啊等等，我们现在因为都国家都不是很鼓励去用。这个在生产环节呢，我觉得它还是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规定和要求啊。当然，它当然是越节能环保越好了。除了在我们车上，环保啊，那它还要在这个生产环节中啊，要做到环保。显然，国家的大量资金投入加上其他政策扶持，
并不只是为了企业能简单地把传统燃油汽车的动力系统转换成电池电机，行驶的零排放或许也只是新能源车的最低标准，而降低电池生产和淘汰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甚至带动整车组装需要的各个零部件生产，都能够达到更高的环保要求，应该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更高的目标。我们需要它更新颖、更节能、更环保，是吧？这里边不光是外边，还有内部，是吧？特别关键一些关键零部件，我们都希望能够节能环保。在国务院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中，对新能源车的十年规划同样充满期待。在这份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中，希望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能够达到汽车市场需求总量的20%，其中自主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80%以上。显然，新能源车行业的创新需求和创新能力，也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着新的制造产业链标准究竟能提升到怎样的高度。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早在2001年就被纳入到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15年里，它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但问题是，这15年在这个领域真正的世界明星不是我们，而是特斯拉。它颠覆了电动车提速慢、车难看、体型小、不时尚的传统概念。这个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开始转变思路又去追。还有多少行业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呢？对于新能源车，我们有减税、有补贴，但听到有骗国家补贴的，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补和降是最好的方法吗？又或许如董明珠所说，不需要太多钱，只需要有好的市场环境。本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6年经济工作，阐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部署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稳中求进是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与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除了继续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外，振兴实体经济被明确提出，并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还在实体经济上，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这个根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成长，在于我们实体经济的迅猛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世界这个制造业第一大国，200多种工业产品，成为全球第一。所以壮大实体经济应该说是今后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王一鸣表示，曾经作为中国实体经济支柱的制造业确实创造过辉煌，但近几年由于各项成本提高、国际市场不景气，实体经济的利润开始放缓、热度回落后，野蛮式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产能过剩等负面因素开始显现。现在虽然我们说要去产能，但是你换个角度看，只要是有质量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它就不会过剩。我们现在境外消费去年超过1.5万亿，就是你去仔细观察一下，它主要的不是买奢侈品，越来越多的是日用消费品。那么在解决了这个短缺的矛盾以后，我们原来是没有，现在有和无的问题解决，它老百姓开始追求高端化。那么高端体现在什么方面？就是质量、品质、性价比。在王一鸣看来，产能过剩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还是这些产品没有符合市场需求。此外，随着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下滑，金融资源开始渐渐脱离实体，向高回报的产业转移，这让原本就处于低谷期的实体经济更加窘迫。显然，要让实体经济再一次活起来，重新获得资本青睐很重要，而唯一的途径就是企业创新升级，制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制造业原来相当一块是加工组装，就是加工贸易的发展，
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研发技术。那么现在我们逐步的走向国际制造的前沿，我们要转型为一个以这种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要弥补的一块就是要就是增强这种企业的研发能力、设计标准这种创新的能力。其实我国对于创新的实践早已开始，新能源车就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为了推动这一新产业，曾有一系列新能源车补贴政策出台，希望借此来给实体经济创新注入一丝活力。经过几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带动了一些新的产业，但一些企业也被曝光存在骗补行为，这让不少人怀疑这种由补贴推动的创新是否真能带来发展。你可以做深入调查，哪个企业最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哪个企业创造了无数个别人没有的技术，你就应该大胆支持他。我最反对政府给我补贴，你补贴就是给我钱，钱还是要用掉，他钱不能生钱，除非搞。对于补贴政策，近几年因言辞犀利而被人们熟识的企业家董明珠就曾表达过自己的反对意见。经营制造业多年的他认为，企业需要创新，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但创新的动力要来自于市场，而支持的方向则更应该偏向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就如果一个得到政府特别支持的企业，他的创新的动力就会明显的减弱，因为他不需要创新，他同样可以获得市场份额，同样可以得到这种各种各样的要素的支持。政府我们说不是说直接去投资这个制造企业，你政府直接去配置资源可能效率是低的，效果不是最好的，所以政府我们最重要的是比如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秩序的建设。我想当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创新进一步升格摆放到核心动力的显赫位置上，一是看得准，二也是下定了决心了，要改革进入到更深更广的层次，为创新的实现铺路搭桥。而这不是一段时间的权宜之计，也不是解决困难一时的考虑，而是长远之计，该上升到中国整体改革时隔近40年后又一次脱胎换骨最关键的动作。不进则退，不过雪山就沉入湖底。我们需要更自主的创新，而不是太多的束缚。我们需要对漂亮的失败伸大拇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而不是谁都不敢错，因此也很难对这样的一种平庸。我们需要知识产权的保护，让创新者大受益，而激励更多人走创新之路。总之，很多很多的事儿都是我们需要的，而归根到底，我们最需要的是中国变成一个真正适合各个行业来创新的国度。当父亲拖着2米多长的银行账单站在面前，浙江丽水的14岁中学生小明才意识到，打赏网络游戏主播竟不知不觉花光父母三倒班打工辛苦一年攒下的全部积蓄。过去2个月，为学习所谓的游戏闯关技巧，他偷偷记下母亲的密码，接连打赏3万余元，请5位主播代打游戏。学习成绩不好又缺少伙伴，面对不停嘘寒问暖甚至寄来纪念品的主播，小明觉得他们是真朋友，更深信打赏以后会把钱返给你，有困难一定帮忙的假话。如今看着怒不可遏的父母，涉世未深的小明知道自己犯了错，只是想不明白这些称兄道弟的主播，曾经的朋友，现在是什么呢？人迹罕至的青海茫崖大浪滩，一具白骨静静地躺在风沙中。他是谁？身上的报纸吐露出他死于1960年以后，父亲的信则讲述着来路四川巴中。或许55年前葬身无人区的那一刻，他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能与亲人重逢。本周经过 DNA 检测，他的身份被确定，名叫李中华。在世的88岁妻子和2个女儿也被找到，参加过抗美援朝，获得2等功，上世纪60年代前往新疆一家农场工作，自此音讯全无。
妻子四处打探，无果而终。年幼的女儿也只是在梦里依稀见过他的模样。原以为他不愿意回来，突然得到消息，李中华的妻女悲伤又喜悦，家里儿孙满堂，就差他一个人。两年前，重庆康田国际小区，一位在一单元楼下玩耍的两岁女童，不幸被高空扔下的酸奶瓶砸中，颅骨骨裂。因为找不到肇事者，2到33层窗户朝向事发地的159户住户被女童家长告上法庭。哪个扔的哪个赔？凭啥要我们赔？除了抱怨坐上被告席实属池鱼之灾，他们还提出每层都有公共窗口对着楼下，窗户没有朝向事发地的其他289名住户同样有可能作案。本周法院认定，2到33层女童家属诉讼的159户住户和未被起诉的289户都无法摆脱行凶的嫌疑。这448名住户应共同分担16万元的赔偿，每户360元。虽然住户们大多接受判决，仍愤懑不平，丢瓶子的凶手到底是谁？东子，昨天给你钱你不要，我晚上放你包里300块钱，自己要保管好，节省着花。天冷要注意添加衣服。儿子，千万记住，在外干活安全第一，哪怕不挣一分钱，我们全家人只要你平平安安。妈妈。这是一封藏在行李中写满牵挂的家书，他的收信人第一次出门打工的小伙东子，不但没有发现，反而将他和行李一同忘在公交车上。两个小时后，东子匆忙跑回车站，经过司机和捡到包裹的乘客提醒，才知道自己险些丢掉的不仅是财物，更是母亲的惦念与不舍。看着熟悉的笔记，东子的眼泪喷涌而出。异乡的寒风里，这份散发暖意的母爱弥足珍贵。人活着，时常要面对一些意外，有的好，有的不好。对于李中华的家人来说，时隔55年，听到亲人遗骸找到的消息，意外的感觉当然有，但这个意外当中，喜悦之感大于感伤，毕竟可以让李中华回家入土为安。而对于当年被高空抛物砸中的小女孩来说，这遭遇是意外，但接下来的司法程序应是预料之中，448户共同担责也自然不让人意外。但我想，那一个真正扔东西的人，就背着这样的良心十字架走过一生。好了，接下来看看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们的走红也似乎有些让人意外。跟了以后说红了，我也没有太大感觉，反正就是出门感觉认识的人可能稍微多了一点点，因为原来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没有大宣传，也没有大明星。12月16号，我在故宫修文物电影版悄然登陆影院，尽管场次不多，评分却很高。12座城市每一场点映，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都会获得全场的掌声和尖叫，台上的他们却依然是内敛羞涩的老样子。特别令人感动的就是90后、95后这些年轻人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这个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片子的评论，我看到以后确实很感动，因为这些年轻人他们今天在纷繁世界中接触很多的信息，但他们能够把注意力、把关注点集中在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纪录片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现象。今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的3集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竟然从年头一直火到年尾，没有冲突，不洒狗血，却突然成为年轻观众的热追剧目。他们在视频网站上刷屏，表达自己的憧憬与敬意，点播量近100万次。故宫这个古老的地点一跃成为年轻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单位，也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文物修复工作者成了男神女神。钟表修复师王金是粉丝最多的一位男神，在国外旅行都会遇到粉丝求合影，
钟表的修复技艺是故宫唯一绵延下来没有断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金进入故宫已经39年，整个故宫能修文物钟表的只有他和徒弟两个人。每天早上8点，王金准时来到故宫西三所。几百年前，这里曾是冷宫，如今是文物修复的办公室。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晨昏颠倒，变化无常，这里依然保持着朝八晚五的节奏。一旦开始工作，时间仿佛就在这里停止了。所以师傅也说过，你要真是说干不下去了，干脆你就先到外面溜达溜达，转转，回来再干。这样的话，可能比你继续那么没有耐心的那么干下去，可能是更好。弄不好你在这种心情烦躁情况下，你可能还要出篓子呢。你这一个毛病没找出来，就是天性毛病。同时开始工作的还有青铜组、书画组、织绣组、瓷器组等等。这群文物修复师横跨3代人，年轻的面孔都是名校毕业生，但依然保留着师傅带徒弟的模式。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考验的是技艺，更是耐心。制造的时候特别费眼睛，有时候看着看着觉得就花了。现代人已经不会再选择这个。不能烦，是文物修复的老师傅们最常说的3个字。修复一座钟表，少说也要几个月。重复是文物修复的必经之路，一天只能织几寸的缂丝，120遍上色后才能完成的玉稿箱，一毫一厘补全的书画残片，清理、打磨、填补、镶嵌，都是修复师们不断重复的劳动与时间。封闭的工作环境，重复上万次的手工劳动，并不优厚的薪水，这些现实因素曾令文物修复人才出现缺口。故宫里的修复师们很多都经历了头几年的挣扎，最终静下心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工匠。小院之外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慌张焦虑的人们开始对工匠表达出强烈的羡慕之情。就业压力下的年轻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故宫文物修复师甚至成为他们的梦想标杆。安静专注，择一事而终一生，就像那首诗《从前慢》一样，从前的日子过得慢，慢到一辈子只够爱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主要你还得喜欢它，要干。过去来说是，你要说干干干，越干越有兴趣，你能坐得住，也不觉得枯燥。择一业终一生的这种意义，那么把他们的全部的记忆、全部的心血来凝聚在他们这些修复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是说每个行业都是像故宫文物修复文物这样的一个这种文物修复行，但是每个行业今天都需要工匠精神。现实中，修复师们同样要面临生活的压力。大学同学做艺术设计或城市雕塑都赚了不少钱，而他们却住在市郊，每天早上6点起床，来回要3个小时，还背着房贷。即便如此，来到修复组的年轻人也没有一个离开的。今年随着纪录片火爆，故宫应届毕业生应聘的报名人数超过2万人，很多都是奔着文物修复这个冷门专业来的。前年我们报名，这个申请加入故宫员工队伍的是18000人。去年呢，我们抬高了门槛。当然，今年呢，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片子也激发了人们进入故宫的积极性。现在正在组织报名，明年录取的，我想可能人数会更多。历时8个月，王金师傅手里的钟终于修好了。只不过在短暂的运转之后，它就静止在了展示柜里。橱柜里摆着很多王金师傅年轻的时候修过的文物，这些钟表最美的瞬间只有他和同事们见过。终其一生能修好的文物极为有限，这是王金的遗憾，也是故宫工匠们的遗憾。再修我就退休了。
有时候不觉得，但是你这么一回想起来是挺快的。这人的一生真是工作的这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干不着多少精神吧，也也挺遗憾的，我觉得。在故宫里修文物而走红，也许有意外，但仔细想也正常。或许相当多的人们追这个片子，是在忙碌奔波之中，想让自己也进故宫去静一静。其实，在故宫里修文物的朋友，心里也不一定总是安静的。而我们这些围观者，不进故宫就真的静不下来吗？在为修文物的朋友点赞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生活能不能改变一些什么呢？中国证监会的对面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这两年股市不景气，于是这购物中心里摆什么动物雕塑对着证监会就成了全社会关注的槽点。对了，吐槽的槽点，摆过熊大、熊二、熊市，这还了得？于是没多久撤了。黑天鹅雕塑啊，你想来黑天鹅事件吗？得，又撤了。这几天终于顺应股民意，摆了个金牛雕塑，牛市这行了吧？可马上也有创意无限的网友又来了。牛在房子中是一个牢字，外面有红线是个套，连一起套牢二字。您还让购物中心活不活了？股市的良性发展还是要麻烦对面的证监会多干点事儿，别总是折磨人家购物中心，好不好？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还有其他哪些特写。走进这个钢丝耳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自己已经置身在监狱，撑不进去。它高的时候有10多米高。不是，这些联网子是做什么用的？喂鱼。为什么搞这么高呢？它上半截不走包的，按这个水位推下去的时候它就把它提起来，那个鱼啊留在这个湖里面了。在湖南沅江市的南洞庭湿地和水禽自然保护区，大大小小的钢丝网围裸露在枯水期的滩涂地上，四周布有瞭望塔，一些区域还有摄像头。网围在丰水期网住鱼虾，在水退时将网围内的鱼虾大小通吃，一网打尽，因此也被称为鱼类的死亡监狱。而在这两周，一场拆除矮围网围的行动正在进行。工作人员发现，这些由钢丝、钢柱、钢板组成的网围，只有使用大型机械才能拆除。今天可以搞多大的面积？10000米吧，10000多。全部是各种钢网形式的，就是用钢筋打的这个底子和混凝土，不用机械化施工的话，能力是很难拆除的。在洞庭湖区，围网现象最严重的这一地区，沅江市在册的矮围网围就有72处，总面积超过16万亩，最大的一个就有上万亩。这些面积巨大又非常坚固的网围，对于洞庭湖的生态平衡危害不小。把这个湖面给串起来，对于这个鸟类它没有栖息地，对于这个鱼虾来说的话，它关在这个里面的话，把这个里面的水给抽干了之后，连小鱼小虾都不会去放过的，这个对渔业资源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打击。高达10几米的网围很容易对白鹳、黑鹤等水禽造成伤害，对于退水季节在此迁移的麋鹿，绵延数公里的网围也会让它们四处碰壁。而一旦汛期来临，网围对于泄洪的影响难以估量。在紧急救援时，高高的网围可能导致救援船无法靠岸。在涨大水的时候，它还会露出水面大概50公分以上。如果说我们的大堤边上一旦发现险情，这个救援的船只是没办法过来的，因为这个钢丝网太结实了，这个船它是冲不过去的。本周五，挖掘机正在对长9公里、高6、7米的钢制围网进行拆除，这是沅江市拆除的最后一处大型网围。2009年的4月，修的一个也7、8千亩面积，花个1.5万块钱一个。这块滩涂地是7年前陈和清从朋友手中转包而来，和这里的众多渔场一样，他最初是和乡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的滩涂芦苇厂。在政府鼓励发展高产芦苇的年代，芦苇厂一度兴旺，后来随着造纸业和芦苇种植业的萧条，许多人便悄悄地搭上渔网改建渔场。
这个楼尾市场不是很景气之后，变相成了这个把它围起来之后，成了一个养鱼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转变。转变之后，感觉好像政府在这个方面没有任何其他制止的行为。这些明显有违水利法和渔业法修建的渔场，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疯狂发展，原本属于公共捕鱼区的洞庭湖被分割成了一个个私人的捕鱼领地，普通渔民只能给渔场老板打工或到别的湖区捕鱼。而如今随着这些渔场的边界线被推倒，渔场老板的巨额投资也打了水漂，而且他们很难拿到赔偿。肯定心疼不？我不心疼呢，这是要自己的心血，结果工人赔钱了，我得做。本周，沅江市的矮围网围拆除已进入扫尾阶段，如何对渔场进行合理补偿？如何防止矮围网围死灰复燃？如何协调湖区渔民的利益关系？是摆在政府面前的几个问题。但无论如何，恢复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都是前提条件。围网这样把它给拆了，这个围子把它给打开，与这个湖相连的话，水让它流动的话，你想着就是说洞庭湖的生态会恢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从昨天晚上开始，为应对雾霾的红色预警，北京等地汽车开始单双号限行，一直到下周三，幼儿园小学停课，中学可以自主停课。显然这真的应验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话，应对雾霾以前是付出小代价得到小效果，现在正式到了付出大代价争取有大效果的阶段。但是一来要政策出台有理性有依据，二来不能只是让老百姓感觉是自己在付代价，整个社会都得使劲儿。我愿意相信这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治本去赢得一点时间。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周末愉快。